Yo， 咁我哋咧今日就翻到大陸啦，咁我哋會大家去玩去呢個北上尋歡，讀下邪骨先咯。其實今日咧主要咧都帶大家影下相啦，食下嘢咁樣啦，咁樣就希望大家覺得呢個行程好滿意啦。我哋 Let's go。看过多少风景，但是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优雅，像休假时那种心情。Pleasure is all my， 认识你是我荣幸。So baby aura， 我们先开始同行，有一点 old school， 反而更脱俗。让我来告诉你，现在社会到处。咁我哋第一站咧就準備去食呢一個早餐。呢度係會展中心，係大陸嘅會展中心啊。咁我想講咧，嗰間餐廳咧嗰個裝修係幾好嘅，同埋可以即係可能大家咧都係啱瞓醒就過嚟啦，咁樣可能。喂，仲有呢、這個？仲有呢、這個？好啦，恐怖啦，好恐怖。喂，呢、這個要影呢、這個。呢個犀利啊！呢個絕跡㗎，香港嚟講。但係其實細個覺得好型嘅喎，呢個都好恐怖啊，有少少。堅啊！有少似你喎。我哋終於嚟到呢一間雜卡嘅咖啡店，我哋入去食個早餐先。裡面啲環境係真係唔錯嘅，我哋入去睇一睇，俾大家睇下幾唔錯。Let's go。呢間餐廳到底有咩咁特別呢？呢間餐廳最特別就是佢個裝修啦。聽過啲店員講啦，就話呢啲所有嘅裝飾啊，全部都係老闆娘專登喺歐洲度買翻翻嚟。咁加埋呢個黃黃地嘅燈啊，嘅成件事係好 match， 係好舒服噶。同埋聽講咧，呢一度咧嘅家私咧，全部都係買翻走。咁如果大家睇中某一件嘅話咧，就可以買翻屋企做家私啦。但係其實咧個價錢係有少少貴嘅。如果你是跟你女朋友来呢，你女朋友呢一定会拍杯咖啡。这个时候呢你要做一个尽责的男朋友。那应该怎样呢？我现在示范一次。首先你要将它的灯加到45度角，那大概这个位置。那现在阳光很好。只要令它看住杯咖啡。拍啊，你拍啊，拍啊，你咪拍啊。看着。好飲喎呢杯，好飲喎，好飲。嗱，咁樣點樣先知道一杯咖啡好唔好飲呢？但係啱啱搬咖啡嚟嘅時候，你趁熱飲，咩都唔好加。有咩飲搭配先？你會發現好苦咯，杯咖啡。你要加翻啲糖分咧，咁咧就睇翻你中意乜嘢糖分啦。咁樣就慢慢加落去啦，就慢慢加落去。因為唔係麻包，你倒曬成包。因為我中意飲得甜啲啊，你唔好理啦。因為佢依家係熱飲啦，所以佢會落黃糖。其實黃糖咧個感覺會有少少焦糖嘅感覺，跟住你再飲多啖。原來我真的不識喝咖啡的。譬如呢啲咖啡廳咧，同嗰啲一般咖啡廳一樣咧，啲嘢食咧係好細份嘅。點知原來好飽。嚟呢度咧，每人嗌一個主菜，一杯飲已經夠啦。有冇觀眾朋友想過嚟一起食？依家可以過嚟喎，入邊啦。咁其實嗰間餐廳咧，即係個價錢嚟講，我覺得香港你要咁樣水準咁嘅環境就，我諗三四景點先會見到咯，兩三百蚊啦，兩三百蚊走唔甩噶啦。但我哋咁樣食咧，即係我哋嗌多咗，仲要食唔曬，都係兩百蚊唔使，一百五十幾，每人都係百零蚊。其實佢又有百零蚊咯，每人百零蚊，係百零蚊。我聽到百零蚊，對唔住，我怪佢咗你。你下次唔可以咁樣掛錯啊！跟住之後啦，其實嗰度咧，佢有一個人表演啊，嗰啲裝修又唔錯啊，咁樣啲嘢食水準又覺得幾好。跟住啲女 staff 係幾靚嘅。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嗰啲 staff 係好歡迎人去影相啊，係好好啊，好有禮貌。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嚟食，歡迎啦，免費宣傳。
就係、是、你知道我哋噶啦，你知道我哋幾有背景比較細。係啊，你如果知道鄧陳傑奇爹哋係邊個嘅話，你哋一定唔敢咁串，一定唔敢串。咁我哋嘢食就食飽咗啦，咁我哋而家準備出翻去影相。咁嗰個位咧係賣個關子先，嗰、那個位咧係超級好睇，個結構係超好型嘅嗰度，好型嘅。就 let's go 咯 ，let's go 咯 ，let's go。咁我哋咧依家就過去呢個深圳圖書館啦。咁嗰個深圳圖書館都有幾靚咧？其實咧，佢嗰個裡面個構圖同埋出面嗰個構圖都係好靚噶。一嚟咧，佢係一個日本設計師咧去設計佢嗰個圖書館，所以咧佢嗰個構圖咧係有規劃啦，同埋好龐大，好偉大嗰啲。學識福啊！唉，學識多端福咩啫？我哋專登揾資料噶嘛。都係嗰句咯，冇人想知呀、啊。喎喎喎！呢度馬路嚟嘅喎，出翻先咩啫？得啦，咁我就講完啦。呢個得唔得？呢個得唔得？呢張得唔得？快逃！我嚟到啦，呢度同埋呢度。這個唔關事嘅，喂，縮開。係啊，我翻嗰時候。啊，唔係，咁呢個關事。唔好走啊，唔好走。男孩打开了门，走进了光里，他像天使的双翼，小心的装气，喘气的空档里，他踩着困兽的瀑布，他听唱起骄傲，他是观众的俘虏。舞台很安静，能听到他呼吸，能听到委屈，听到不服气。他仔细地默默数着自己的心跳，跟着他的节奏和自己的心跳舞。他挥手抹去了孩子气，他回头叫你跟着孩子气。他旋转编织一道错觉的网，对自己说了或多或少自欺欺人的谎。孤独的舞步发挥得淋漓尽致，少年逃亡的故事难言的形式，他脚下的影子陪他不停地闯。他说有阴影的地方就一定有光，起舞吧，从容不迫的起舞吧，起舞吧，真实的自己起舞吧，起舞吧，洋洋洒洒的起舞吧。 Hello， 咁图书馆就影完啦。咁呢间图书馆咧就每逢礼拜一咧都会休馆嘅。如果大家想嚟影相咧，就记得睇翻个时间。冇得闲，你冇得闲。OK， 转翻过嚟先。调翻转。喂，你去边啊？有一样嘢想提大家咧，就系、是、如果入去呢个图书馆咧，就尽量就细声啲，因为始终图书馆。废话嚟喎，呢啲真系。少入图书馆就尽量细声啲。大家第一次听我讲到。咁你食嘢有几多用叉？面咧就用筷子。系啦，咁啊冇乜人知嘅呢、這个就秘密嚟嘅。不能冇话俾人知啊！啊，阵啲人问话睇我哋 Tom Fakey 啲片咧，学到啲咩咧？就话哦，图书馆要细声啲嘅，系啦。好狗啊！你收声啦。阿奇啊，嗱咁 busking 就系街头表演啦。咁知唔知如果冇人睇嘅 busking 叫咩啊？冇人睇嘅 busking 系我哋讲叫 mini busking、迷你 busking、小巴 king， 唔系咁冇人睇应该系我话系 mini busking 就 mini busking 啦。咁你 mini 即系有人睇啦，只不过少人啲咁。即冇人冇人喎、啊，你依家你唔得喎，唔使理佢嘅，佢傻嘅，佢有佢腦有少少問題，你行開先啦。佢個腦係有少少問題嘅，大家唔使聽佢講，大家話好笑就得噶啦。應該係 low body， 應該係撚喎。你想再問？應該係 nothing。你想再問其他人啊？我哋冇好，唔好冇冇。先生嗱，我想問下咧，你覺得咧邊啲 busking 咧？哦，係，你講普通話唔該。啊，是什麼？哦，幾靚，喂，好靚女啊，搞笑。阿奇知道 cafe 裡面有靚女咧。大家睇下佢，喂，你繼續望。我等緊人啊！你繼續望啦，你繼續望。啱啊，呢個位啱啊，你影住我，我就可以借啲望佢。哎，望咗佢，望咗佢。再睇佢先。我咧就叫軍火旗，因為上條片你哋唔 like 唔 share， 加到而家啲 view 數咧好少，我射上天，個天咧就會落子彈與懲戒你哋，同你講。今條片我乖乖地啊！如果唔係，我死多幾槍我都唔知道你點算。嗱，見唔見到啊？跌緊落嚟啲子彈，你見唔見到啊？你咪試下今條片唔 like 唔 share 咯。見到啦，落緊嚟啦，子彈雨啊！見過未啊？世界審判日啊！喂，上翻去咯。好卡快走！好卡，真係好卡，好卡。邊個諗㗎？你諗㗎呢個 idea 啊？Hello， 咁我哋而家咧就喺呢個購物廣場嘅 B 出口度咁樣直行出去。咁我哋一陣間會去邊？我哋一陣間話俾大家知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let's go。我哋啱啱揾咗好耐，我哋大概揾咗成半個鐘路啦。個公安同我哋講咧，最近嘢就知啊，就做不正啦。點算啊？福正啊，你知唔知點解執咗啊？就因為冇人食啊，椰子雞。唉，唔食。我食烤魚嗰陣。唔食啊？係你唔食魚啊？誒，同你表白先啦。表白。
識啊，走啊香港啊，好唔好呢邊啊？咁由於咧，我哋兩個都冇乜心情，所以我哋決定翻香港。翻香港識 M 記，認真咩？認真。唉、哎，走啦，拜。啊！如果中意睇呢段，係你中意點就點啦，你走啦，拜。如果你中意。你講埋啦，如果你中意睇呢條片，或者覺得我哋好戇鳩嘅，就 like subscribe。係你啫，執咗，你關得很久啊。閉。啲咩啊？你復正？冇啦，我求下你啊。唉，是但啦。我食，我要脆香雞包餐。自己俾錢啦。唔係你幫我撳咗先啦。咩啊？雞喎、啊？唔係啊，脆香雞，脆香脆唔係。脆辣雞腿包啊。脆辣雞腿包。用椰子雞食喺度，收聲啦，老尾。